场。好，那么接下来的话呢，我们要请上舞台的是一位神秘的大咖嘉宾，这样好不好？我给大家几个小小的线索，你们来猜一下他是谁。首先啊，第一个是不太明显的线索，他是我的大学学长。OK，第二个线索，他有一个美誉啊，算了，这个太明显了，换一个吧。第二个线索，他在微博上有800多万粉丝，你们猜到是谁了吗？哦，已经有这么多人猜到了。第三个线索，他是国风美少年。第四个线索，他有着纯净、独特、干净的如天籁般的嗓音。接下来，请大家大声告诉我，他就是。哇，我们有请霍尊登场。让我看一看，几年未见的学长在哪里？诸位看官，此少年临江边，前岛江国，后哇！从鱼，玉树临风，哇，舞学台长前。好，真的就是霍尊一走上舞台的时候，我就觉得，因为今天很热嘛，对不对？8月2号，然后他一走上台，一股仙气飘过来，瞬间气温好像都下降了几度，有没有一种非常凉爽舒服的感觉？是吧？我还是挺热的，其实。是吧？其实，在上大的时候呢，霍尊已经在我们学校里面就很有名气了。最近有关注到你的微博，发现行程排的还是挺满的，是不是？霍尊学长最近忙吗？对，最近挺忙的，但这两天正好在上海，就在家里边。对，啊，专对，门还要挺抽好。出时间来到我们中国好声音上海赛区总决赛的舞台，对不对？那肯定的，因为家边上的事肯定还要参与一下。是的，那刚才我们的这个10位选手的演唱，你有看了吗？觉得怎么样？我他没们？看，我在后台听，听到然了，后对就是吧？非常好，非常好，是不是？对，有没有一种后生可畏的感觉？那肯定的，我觉得每个人都是生命力和这个力量感、朝气都很足，是的，是的。不过我们霍尊学长的声音真的是非常的独特。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把舞台交给霍尊，有请。好，谢谢。好，这是其实作为土生土长上海人，这个杨浦滨江这个第二趟来，我印象中好像是第二次来，然后每次来都很舒服，然后变化都特别大，然后也是才知道，然后咱们杨浦滨江是要做成那种世界的会客厅，又宜居啊，又易于去娱乐啊，然后各方面都非常全面的这样一个展望，所以也是。衷心的为家乡感到高兴，然后希望以后自己也能多多来到杨浦，因为印象中好像几次来杨浦都是活动或者演出，然后之后也可以来好好再领略领略。反正因为作为上海人还是挺宅的，所以废话就不多说了，接下来唱歌吧，给大家，谢谢。几多静候陨落，最难描摹是他的寂寞，杀入烟波，谁能掌握？一颗星球孤独又渺小无措，心如花朵，且开且落。却能容纳万物的停泊，生如烟波，且行且歌，流向无尽，终究被时间淹没。生是炙热长剑，离开如清凉夏夜，云散。浅浅一笑，自由我无望。一起看夜空中星落如雨，从来都没人回答出那些问题。一起唱被淹没忘却的歌谣，天与地之间。
间我自在来去，一起唱夜空中星落如雨，迷糊让茫茫远山都带上醉意，一起唱被淹没忘却的歌谣，你是在眉间不过是涟漪。感谢。刚刚这首《星落》是之前啊唱作人舞台上的第一首歌，然后接下来一首歌也是今年啊特殊时期写的一首歌，也是在唱作人的舞台上跟大家见面的，叫做《我自以为》啊。这首歌也是应该第一次在这个唱作人舞台以外的地方唱，应该正儿八经的是第一次演唱，然后希望大家喜欢，谢谢。渐行渐远，无意
爱真爱真偏似莫危险，你等等你的笑颜，人再看我一眼。 Nobody stay with me， 我自以为能把我最好的给你，自我感动可笑，这些美好到底是否你想要，从未认真思考。这些让你想逃，从未认真思考。这些让你想逃，没我你更逍遥，没我你更逍遥。谢谢。接下来最后一首歌曲，也是到哪里都得唱的《卷珠帘》，也希望大家喜欢，谢谢。镌刻好每道眉间心上，花间透过思量啊，沾染了墨色它，千家文景繁华，夜静你窗纱微微一凉，拂袖起舞于梦中无寐，相思满上心扉，又眷恋梨花泪，镜花红妆等谁归，空留一人徐徐憔悴。此时
细雨落入初春的清晨，悄悄唤醒枝桠，听微风儿盘香，叹流水细落花上。谁在烟云处轻声唱？谢谢，感谢。我们今天鲜花配君子，感谢我们的粉丝，谢谢。火红的一张送给我们的霍尊老师，您看您手里捧着这个，中心的位置是您的，我想让给您的这位。对，不好意思，踩到我的尾巴了，我悄悄的挪一下，这是一种缘分。是，其实在我们这方舞台上，刚刚我们的粉丝将鲜花的礼物送给您了，但中国有句话叫赠人玫瑰手留余香，所以我在这儿有一个小小的不情之请。来，您说。是这样的，全场的朋友您看，聚光灯都在我们的身上，但是我想此刻和我们所有在场的杨浦区所有的朋友共同来一张大合影好吗？大家想不想要？我直接说好，叫的好响，愿意的朋友掌声我听听。这样我们这样没法拍，我们转过身来好不好？对，我有一种需要给你配把剑的感觉。对，舞一套再来一套汉服。我们是半蹲吗？还是摄影老师帮我们调一下？站着就可以了、okay. 对吧？好的，大家要尽量把脸露出来哦。可以把手比个耶，对生活比上微。好，来，大家一起，3 2 1，谢谢，再一次感谢丹尼的学长，谢谢，谢谢，谢谢，辛苦您，辛苦。好，谢谢霍尊，我们掌声有请欢送，欢送，谢谢，一次牵绊。